发射！哇，这个太疗愈了啦，这个超级舒服的哎。它这个房子坏掉之后会掉一些白色的方块，然后我们把这个白色方块拿去卖掉。哦，这是快速出售，我们可能要到比较便宜一点的缓慢出售。这些建筑全部都能破坏哎，哇，超级舒服。哎，我好像包包满了，哦，我右边的包包满了，那我们就东西给卖掉吧。全部都丢进去，然后它会换成我们的钱钱。那有了钱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换更好的东西。我目前拿的这一支是火箭炮，它其实还有炸药棒啊，什么菜鸟头，这些都必须要慢慢的提升上去。可是我们也可以装备微型炸弹，不然我们试试看炸药棒。OK， 我们换一个炸药棒看看。那还有一个，还有宠物哎，宠物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的倍数提升，不过宠物好像不需要用完的，好像是用买的样子。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款啊，这么舒压的摧毁方块游戏。你看这个，这是多人摧毁方块游戏，你没有玩过吗？这个真的是超级赞的，而且当你如果说心情不好啊，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呢，这款线上的破坏多人游戏正适合你。我换一下炸药好了，我没有用过炸药，炸怎么用？哎，等一下，我不丢炸药，我可以不是炸什么？这到底要怎么丢啊？我好不会用炸药，天哪！那我进去丢丢看好了，丢这里。OK， 好，快走，这样子会炸吗？哎，兄弟，看看。不要丢我这里，好可怕哦！我们好像等一下，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一旦跳了空白键之后，你会就是飞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个我不确定是游戏的问题还是怎样。我们先来这里抽哦，可以抽宝石哎！如果你有20个宝石的话，你就可以抽这里的宠物，这里的宠物都可以加我们的爆炸威力。那目前我们好像是需要先充一下我们的包包，我们的包包目前还是有点小，我们来把包包给升大一点。我们现在有720块，我们可以买个这个是皮革包包来。然后下一个包包的话要 2K 哦，拜托，这个简直是太舒压了，这个要我玩多久多少遍都不是问题啊！等等，有人放了炸弹，我要放，来吧，给我钱，我来摧毁这里。紫色的是我们的宝石这好舒服哦，这里简直是，我来换这个，这个剩一点点的，我们来把这个给丢下去。我的背包容量变好大我发现后面这个也是可以炸这个也可以炸，后面这个你们有看到吗？嘿。这里面是空的，都没人炸，那我要炸它。好想要买更大的爆破物哦！我看一下，它隔壁是不是也有空间？有它旁边还有别的空间超大的。我们等一下来过去看看。一起炸！我想要抽我们好像不能抽蛋蛋。我很好奇现在包包满了，我们可以用快速出售吗？这样的话，我们卖东西的速度会比较快，我们就不用一直在那边一直等待，这样再多打一发。快速出售，这个要多少钱啊？99块而已啊，便宜啦！来，接受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卖掉东西了。它快速也不是按一下就出售，它是要等一下来帮我们放一颗炸弹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买爆破力更强的东西我在想。这些全部炸一炸，我们来累积。我现在有 2.32K，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买什么东西好了。我想要拿这个紫钻，可是紫钻好像目前好像还没办法用。看一下我现在可以买双雷，是不是双雷？来，好可怕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火箭发射器，我们还有最后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宠物的话，宠物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只能够用那个抽奖的方式。然后这边是宝石区，宝石好像会送天使宝石星星加3500伤害，好可怕，巨大的现金。如果你钱不够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买。然后这里的话呢，有超级磁铁，我觉得这个磁铁可能目前可能还好。然后另外一个是3倍孵化蛋蛋跟2倍的移动速度，我觉得我们目前用不到。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玩具有什么样的伤害好了。嘿，它是发射两根，我很好奇，我能够加速装枪的装填时间吗？因为我们下面的枪啊，其实每次发射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装填的时间要等，所以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没有那个装填时间？跑的2倍快，收集任何地方，然后免费解锁到任何关卡，立即打开3个蛋。然后这是通行证的部分，宝石商店好像也没有卖的样子，不知道宠物有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速度，目前还没看到。还可以加是不是？下面的加是灵魂窃取者，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先不要戳那个酷酷的按钮啊，各位，我们先不要戳那个酷酷的按钮。我这不是发射双管吗？我按错了，不好意思，我刚按错了，我刚好像直接朝地板射。我们可以切到这个模式这样打，这样会比较快。哇！好舒压哦，好舒压哦！我觉得我们来把钱凑一凑，然后我们再来买新的炸药看看，看能不能把这里都炸干净。这里超大的，你们看后面，而且后面还有个超巨大马桶这个马桶人真的是到处都是啊！咕噜咕噜咕噜，卖掉卖掉，
再炸掉，再炸掉，好想要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武器。我目前有 2.8K， 好像不错哎、欸，好像不错哎、欸，哎、欸，他的武器看起来比我的更好哎、欸，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到下一张地图，我还在这里啊？我看看，我们可以买2K 的背包，或者是我们买个发射器，哎、欸，炸弹也可以。这个是什么？菜鸟头，我真的不知道。菜鸟头是什么？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有了，然后发射器的话，双雷在这，然后还有一个是795的灵魂窃取者。如果说你们有帮我在影片下面按喜欢的话呢，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把灵魂窃取者，看一下它的打起来的爽感有多么可怕。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宠物，我在想宠物应该可以抽抽看，也许宠物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这是 Omega 蛋欸， Omega 蛋是什么？加1600的伤害，加16000的伤害，不对，这个这什么？是什么？这是 0.1 的神星星加39000的伤害。Omega 蛋一颗是295，然后旁边的岩石蛋呢是加一点点，还会加玩家的速度，哎、欸，加30 player speed。然后其他宠物好像都有不一样的效果，是不是？哎、欸，真的、欸，它的宠物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效果、欸，主要是玩家速度，然后还有一个伤害。这边是加玩家速度跟伤害，然后这边是直接加那个就是你最强的东西。我想要，我们抽一个看看，一个就好，我们来试试看。看看这个 Omega 会给我出现什么样的神之蛋蛋？戳，拜托好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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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哦不，是这只狮子，它是一只 Legendary 的，它是一只传奇，它的伤害有变高，它伤害是变高，变高在哪里啊？哎，整栋倒了、欸。整栋倒了可以算我的吗？整栋倒了可以算我的吗？我想要整栋倒了都算我的可以吗？这可是我破坏来的、欸。这其实狮子也看起来蛮……好了，它其实长得很丑，我也没办法，我没有办法骗人，它真的长得蛮丑的。我们来把这批给卖掉，然后我们来去再抽一下一般的宠物，因为一般的这个熔岩狮子它是一只氪金宠，那它的氪金宠就是它是加一般的伤害，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伤害在哪里，我为什么需要伤害？我应该需要的是更强的那个什么？我们来回去这里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啊一样啦，一样啦。这边右边就是 Omega 蛋，然后左边就是灵魂窃取者。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叫做邀请朋友就可以送你看起来那个脸很贱的宠物，我们还是继续当做没朋友好了。我们有幸运方块耶，可以开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有10个宝石。然后这里是抽奖区，我看一下可以抽什么，可以让我抽一个好东西来吗？拜托拜托拜托！五分钟的爆炸乘以2，哎，爆炸乘以2什么意思？来快速的进来这边，我真的不知道伤害在哪里耶，伤害在哪里？欸，好像，我感觉好像有效果，又好像没效果。其实我看不太出来。来吧，爆炸头！欸，爆炸头伤害也太高了吧！我听到有人受伤了，有人误了一针。欸，难道这游戏真的会受伤的吗？Bring！欸，真的好像会有受伤的声音。那我们走近一点，我们把这边都炸掉。这个太输压了啦！这个我会不会炸到玩家？欸，我真的有听到玩家一直在受伤的声音。欸，不会吧？欸，他的枪看起来好酷炫哦！我要把这边的东西都卖掉。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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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可以再来买，哇哇，不救不救的声音哎，很赞哎，很赞哎，来爆！我包包一直在满哎，我发现我容量根本不够啊，我是不是可以再买更大的包包？哎，可以，我来买个浆果包包，还有个6K 的话应该还买不到。宠物这边是 Omega 蛋，看一下一般的宠物要多少钱才能抽？20个宝石抽一次，然后六边的话是65个宝石抽一次。那我们可不可以买个这个195啊？我们来试试看195啊，好不好？记得帮我按赞喜欢啊，这个都是我爱你们的象征，好吗？可以直接买吧。哎，不行，三个蛋也要，那我们一个一个。抽，这些鸟都长得好丑啊！不要，我不要这个鸟，它好丑。它有什么效果？加40 damage。我想要抽一只有速度的，好吗？给我一个速度，给我个速度。Legendary 加 player 加 15% 的 player 玩家速度装备最好，这样的话，一次可以装备几只？两只是不是？有吗？我变快的感觉，我好像走路变快了，可是我的那个装填速度好像没有变快，对，装填速度还是一样慢。我发现我炸一个的方块的那装填速度很快呢，他们该不会指的是装填的速度，而不是方块的累积速度吧？我在想是不是这样？我方块只要炸少少的，但是我背包就很容易满，因为他们的倍率太高了。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你看我满了，我又满了，我可以把钱拿去卖掉了。你看，原来是这样，原来宠物是加的是你背包的储存速度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提升我们的装备和那个背包的武器。我来看一下，我可不可以买个新发射器？这个要 4K， 买了火焰发射器，然后再来买个新背包，这个 6K 可以。然后下一个要 30K， 那我们的炸弹呢？用 4K 可以再买一个礼品炸弹，它的伤害有14。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火箭发射器。伤害看起来真的有变高再来是马桶人的关卡，我可以进去吗？可以我可以进来马桶人的关卡来来来来，放一个炸弹啊！不对，我的炸弹怎么跑走了？再来，多放一点，我把它塞进墙壁里面。哦，很舒服，很舒服。
很舒服，很舒服。旁边的话是工艺支架，用收集过来的东西在武器上制作道具，可以获得强大的魔法。我来看一下这个可以卖什么。电气球需要电池跟螺栓，然后电气化武器还有其他的装备都是需要打材料才有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它会掉素材，我们就可以拿来抽这样子。在此区，每一个区域的快速贩售居然是不一样的吗？真的假的？不就每一区我都要花钱？哇，这游戏也真的是好险，我有玩给大家看，免得大家浪费钱，对不对？不用感谢我各位，我爱你们，只要帮我按个喜欢，我就会一直爱你们。来吧，我们就一个慢慢卖吧。真的好过分哦！我每一个区买的话，我都要自己再花钱才不要呢。这边卖什么？六，然后二十炸。对不起，我刚炸了你，这个头也太大，这要怎么炸得到它？而且我们重装的速度真的非常的缓慢，我想要就是打快一点，爽一点，有没有方法？还是宠物增加的速度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满了，我们超快就满了，我们也许可以再多装备几个宠物，然后我们可以增加那个速度。因为速度的话，我还是嫌它有点太慢，所以我觉得应该让我们收集一点钱，我们再去抽 C 四。已经可以到 C 四了吗？我们来试试看激光发射器。哇，九！激光很快，激光很快，原始武器，激光超快的。我走进去应该又要满了，满了。激光超好用。激光超级好用，天哪，原来是这个差异，原来在这里，这个激光太猛了，好快乐哦。你干嘛，兄弟？小心点，兄弟！我们把他的头打下来吧，就是这里。这个太疗愈了，这个好想要让范围变大哦。天啊，我越来越贪心了。有了武器，有了道具，有了钱，有了什么，然后还想要玩的更大、更夸张。这个很舒压如果你们想要玩的话，可以在下面的链接点进来一起加入我。平常就可以点开这个小游戏玩玩。这个太舒压了啦！我现在有62块钱，我们好像又可以再把钱给拿去买更好的武器。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阶段可以拿来买什么东西。下一个阶段的话是27块的手榴弹发射器，我们还有一把射线枪，不过我们。先试试看我们的榴弹发射器好了。榴弹发射器的话，榴弹发射器很慢我可以增加栏位吗？我可以增加我原本的这个。不行啊，它的加到底是这个有个加，可是你按加的时候，它好像会点开不太一样的东西。这里有 CD 啦，你们看一，然后灵魂窃取者的话是5，所以我们要找那个 CD 短然后又快的迷你枪，好像不错迷你枪有到 0.4， 这是最快的，这好爽原来是有速度的关系，它是固定的，可是我不太确定我们的加宠物的那个道具。我是觉得雷射枪好用你们不觉得雷射枪还是最好用的吗？整个马桶已经被我拆成这样了，走进去吸，走进去吸，我们再来只要再买个那个什么全图吸，我们基本上就原地发财了。又倒了，又倒。要倒了，整座建筑要倒了。就是他的脸，丢丢，把他鼻子打掉。哇，他的鼻子已经秃掉了，超好笑。我来卖东西，你也有宠物看起来不错哦。69、70、72、73、75、76、77、79、88亿。OK，perfect。那我们来把那个，我是可以买包包啊。不要，我现在对包包没有兴趣，我现在对我们的这个迷你枪有兴趣。不过迷你枪好多好多钱啊。我们来看看射线枪，它 CD 超久，这个的 CD 非常久，可是它威力超强，它掉下来的方块超多，你们有看到那个方块吗？它掉下来的方块超级多，我可以，它是发射三个，再发射一次是发射三个，简直不要太好用我可以把它脸，我不小心射错了，我可以把它脸打烂三二一，咻，嘣。好疗愈哦！天啊天啊天啊，太疗愈了，太疗愈了，太疗愈！我们生点包包好不好？我们包包好像一直都很容易装满我们现在的包包现在装不下我们的巨额财产，太有钱了好不好？太有钱了。背包的话可以买个金属，再升上去的话是170。目前的话，炸弹好像也有 CD， 炸弹固定的 CD 好像都是3，最短的话是炸药棒的2。那我这边看下来的话，这个炸药这是燃烧瓶，3.5的电气炸弹应该算是最快的。目前炸弹好像都是蛮快的，这里基本上都不用破坏了，我觉得只要走进去就好，像这样。走进来，舒压，再来，吸钱，吸钱，吸钱，来了，整个头都被我打烂了，拜拜。我们把他的马桶水箱也都打烂了。下一关的话是篮球场，它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有趣的关卡，你们还喜欢这样类型的游戏吗？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我会再多找一点这样的游戏拍成影片跟大家一起玩。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在下面的链接也可以点进来一起舒压一下吧。那么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